That's what a friend should be.我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没事，我养的小宠物。绑了吧都。对。不然容易走丢。走吧。你给它起个名字吧，叫谢谢吧。谢谢听着还挺客气。叫谢谢。哎呦哎呦，我才踩着它！哎呀，你眼睛。哎呀，哎，你俩不要遛螃蟹了。没有，是它刚刚自己跑出来的，我们怕它丢。这只巨欢是黄雅丽，长眉远，你们不能弄得满地螃蟹，好吧？那个叫谢谢，那这叫不客气。你回来找我一下，我真有事跟你说。很神秘是吧？会不会是一个事儿啊？咱俩。明明哥，哎，你知道明天是小鲁生日吧？知道，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客人里有个男孩也是今天生日，哎，咱一起帮他过了得了。行，明天咱们商量。没有，你跟他讲一下我们的计划。是这样，咱们有一个那个，拿着生日蛋糕来。哇，太好了，这个太好了。就他一定会很失望。哎呀，好巨尴尬。好玩好玩。哦，我有一个礼物。黄雅丽那个礼物挺沙的。现在社会有时候会使人很浮躁嘛，自己制作一张贺卡，能让他感觉又回到了童年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。常远，常远，你还没出来啊？我肚子难受，我躺一会儿行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不舒服。我再蹲一会儿啊。你是怎么不舒服了？需要吃药吗？没事，我一会儿我马上出去啊。你要那个？你要开塞露吗？不用我。你是拉肚子还是不出来？我拉肚，我不用开塞露。拉肚子我有拉肚子药哦。嗯，我要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再吃吧。你要需要你再告诉我。好好。月儿哥，我这儿有正露丸，比那个黄连素好。行，我一会儿去找你，我蹲着呢。正露丸是那个水土不服、肠胃拉肚子、腹痛，还有拉稀、软便什么的。行，我一会儿去找你，我上不出来。你是上不出来是吗？肚子疼？不是，你在这儿，我不得劲儿。哦，好了。嗯，我去。那我放把药放房间了，我去厨房了啊。好，一会儿我去厨房找你们。雨儿，我给你药吃了再睡吧。嗯。啊？等一下啊。甜甜说吃了那个药就好。嗯，你给我吧，我一会儿再吃吧。为什么？我得吃点东西。吃了很快就好。吃几粒？你吃五粒都没事，我每次吃一把，吃一把。
那我一会儿吃吧。现在就吃下去，现在就吃下去。那我中午啊，我中午就不吃药了吧？什么叫中午就不吃药？啊，不是中午就不吃饭了。太好玩了！怎么了？没事，好心。我不用那个了，真的，罗，我就躺一会儿就行了。不，特别管用，你听我的。我来吧，你给我。好了。嗯，然后捂着。嗯。拿毛巾垫着捂着。啊，你快去吃饭啊。啊。我坐别人开车特别紧张。我开车你还不放心，真是。我困了。我要肚子不疼，我就跟你唠会儿。还疼啊？喝水吗？谢谢。第一次女孩给我拧水。我第一次拧啊。我以前极限运动爱好者。喜欢攀岩。我是那个跳伞、蹦极、滑雪。我从小就不喜欢登高爬梯，我妈不让我，我妈说危险。我要弯道超车了！哎呦我天，这怎么那么难受啊？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呀！哎，我跑这逛城门来了，看上去走，上来单。哎，你拿蛋糕去，给客人过生日。这是你导演的啊，你把节奏带好啊。不会跟我急眼了吧，老板？哼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是我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我以为是，吓我一跳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是你生日对不对？十月吗？因为我看了你的生。这个身份证已经看过了啊，来许个愿吧。先许个愿，远哥等一下，把陆姐直接跳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别着急啊，正要说呢。没不是，哎呦，怎么搞的呀？不要，我不用，我不重要，我不重要。怎么可能忘？对，今天呢特别幸运啊，跟我们陆姐是一天的生日，好吧？来，两个一起许愿吧。他最重要，今天是他的29是吧？错，他也是30号。30号，你们俩同一天。陆姐，怎么可能忘了你的生日？陆姐说，我就想说没到时间呀。来，陆过来一起啊，一起吧，行，一起过来，快过来。真不用，快点。不过那个有缘人啊，我真以为是他今天的。来吧，一起吹好不好？哎，这么有缘呀！他是我生日。来，先许愿吧，许个愿吧。许愿。九年不说，我马上就说了。好了，来。陆姐，不是我过过最滑的，不能再滑。我是附带的，捎带手的那种。太成功了，今天。
生日快乐啊。月儿哥，我刚上去拉肚子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得离你远点？嗯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点吗？离你远一点。我还是有一点拉肚子。再吃四粒，他应该一天三次的。先不吃了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固执呢？吃药就得吃到就是好了以后再稍微的延续一两天的。是吗？等一下吧。真开心，哎呀！我给他弄一个坦克面，对，直接一捞就行。小鹿，小鹿，今天那个生日是长远策划的啊，当时生气没？绝对生气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尴尬。你拉倒吧，你当时是这样的，我一进去我看你了，你这样。然后我一过去。绝对生气了，我跟你说。这要是晚上没这出，完了。交情完蛋了，我跟您说。等你过生日，来，这个我这东西吧，确实拿不出手，就是挺大一盒，就装这么一个小。但是这是我亲手画的。真的？对对对。哇，小鹿斑比啊！今天长远为什么拉肚子？他一直在房间里亲手给你做这个，对，然后还给你写了一封信，对，很长。你手别抖，你手别抖，好紧张，你手别抖。你念一下呗，我先喝点酒念。哎，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听一下吧，好好听一下这封信。你听听写了些什么？我开始了，阿洛。抿抿汗。小鹿同学你好。我是你那个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、人见人爱、花谢花开的小学同学长远。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也就30年。1988年9月1日，我第一次走进……不想去。走进71小学1年2班，第一次见到你，吓了我一跳。这个小女孩眼睛怎么这么大？大家都是小孩，她眼睛怎么能这么大？比我眼睛大出这么多圈，不行，我也得睁大点，不能输给她。啊，之后的几年和你的小学生活，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。我继续了。之后几年和你的小学生活，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。哇，他好厉害，怎么老欺负我？我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，再欺负我我就翻脸了。啊，算了，还是再忍忍吧。我小时候呢，也算是个心灵手巧的小帅哥。记得有一年元旦，我想送你一张自己画的贺卡，但是只送你一个人呢，又怕同学们起哄，于是为了送出你的这张贺卡，我一口气儿画了30多张。给全班每个同学都送了一张。Oh my god！ 哦，眼泪都要下来。结果，来到班里一抢而空，连送你的那张贺卡也被同学们抢走了。我也没敢说什么。转眼间我们毕业了，慢慢的我们都长大了，工作越来越忙，但有时呢还是会时不时关注到你这个老同学。看到大家都喜欢你时呢，就会为你高兴，但看到别人黑你时呢，就想挺身而出和他们理论一番。我知道你在演艺这条道路上一直很努力，有着自己的梦想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永远做那个敢去勇敢追梦的小姑娘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只管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完成自己想去完成的梦想就足够了。谁遇到多愁善感，最后祝你和亮亮爱情甜蜜，祝甜心小朋友健康成长，还有以后别老欺负我了，我也是要面子的。这次呢就算是补上当年那张贺卡吧，记住到什么时候你身边都有一个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学同学支持你。你怎么了？人是不舒服。我们俩是互相依靠，他在的时候我就能踏实一点。真正好的朋友会一直在我心里，
此致敬礼，你的小学同学常远。2017年9月30号。谢谢。这是我认识你那么多年最好的一件作品。败笔就是最后这四个字儿。真的很感人，真的特别棒，真的太用心了，特走心，特别好。这个我们是从小就在一块儿，对，我觉得确实小鹿这么多年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我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女孩在这条道路上一路走过来，对。以后就加油吧，小鹿。有需要老同学的时候，就是一句话，随到，特别棒，特别棒，真的。你都不知道，今天远哥写这个贺卡的时候，其实还特紧张，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也在那屋，然后他就一直问，过来吗？然后还得这样瞄着。对，我今天假装拉了一天肚子，而且小鹿还特别热情，就是我说我拉肚子，他说你赶紧把这吃了，然后给我一个拉肚子药，他以为我真拉肚子，然后我在旁边还一直帮腔，我说我吃过没事儿。你真容易便秘啊，我到现在上厕所也上不出来。送给你，谢谢。啊，我觉得太感动了，真的特别感动。渴望变成天使，让你骗我。哎呦，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？长远今天把小亮该做的事儿全做了，真是的。让亮亮把劳务打到我卡里。亲手做的、啊，挑瘦。小时候的味道。知道为什么两个鸡蛋吗？赶紧要二。我头一回现场看快板，我从来没看过。我也是。我就会打板。来一个。不会说。你说来一段 freestyle。哎呦，洗一下。哇。李小璐，真叫酷。他第三句就垮了。远哥，再来一遍。来，你先来一个华丽开场啊！你先开头接龙。李小璐真叫酷。有点，还是有点失眠。我打呼噜吗？打了。想吗？还好。想吗？不是，主要你这边打呼噜，然后自如在我旁边哼唧，你这边，然后自如，哼唧了半天，我不知道他怎么，我不知道他是睡着没睡着，还是哪儿疼。你再来点梦话，我们 SHE 啊。我没说，我们直接把王小源炸掉就好了。元儿，你行李收拾了吗？收拾了。哎，我好不想送你走。怎么的，就懒得送我走呗？真的。Me too。这算表白吗？不算表白，我觉得我说的真挺多。我看好你哦。走吧。啊，走。你就是离乡了。对。你必须得给我一个机会，帮你拎一个行李。远啊，先坐会儿来，先坐会儿。我写了个歌，简单唱两句哈，你听一下。也分不清是最有因的还是无巧不成熟，上辈子我做错了什么，今生罚我跟你住。哎，好听。一生毛病清楚难书，还敢嫌我打呼噜。好听，真嫌弃。要不是我心地善良，早就让你睡马路。哎，同一屋檐下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我是潇洒哥。正好了馒头又说想喝粥。确实挺不舍的，这些朋友跟他们真的不像是一天或者两天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像是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事。谢谢，别说了，撤了，拜拜，
爱你啊、哦！点哥会给你上香的。呸！拜拜拜拜拜拜！快快追两步，我现在拍着呢，快点吧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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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